想要预防癌症提高免疫力呢非常重要。这个视频呢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提高免疫力，请大家点赞收藏起来，有十种方法帮您提高免疫力。首先戒烟非常非常重要。吸烟呢是损害我们免疫系统最严重的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。第二，尽量呢不要饮酒。酒精呢已经是一类致癌物了，每次呢饮酒都是对免疫力的一个大大的打击。第三，请你不要熬夜，睡眠呢可以修复身体的机能，每天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。第四，要适量的运动，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使我们的免疫力呢得到很大的提高。第五，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，少生气别焦虑第六就是要均衡的饮食，五谷杂粮荤素搭配，细粮粗粮都要吃，要多吃水果和蔬菜。第七，就是要吃优质的蛋白，比如呢牛奶鸡蛋鱼肉虾肉鸡肉牛肉等等等。第九呢，要多喝水，建议多喝温水，每天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左右，可以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。第十，请你呢一定要保持体重，肥胖呢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，而且呢会增加多种癌症的风险。